准备好了没有？龙科脉动，哎，完全没先知啊！你脑斯卡后嘞，画面看不清楚了。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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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哦。对啊，这样不是很稳吗？你们不觉得吗？啊，你们不觉得吗？应该大家都这么觉得吧？百姓这样还不稳吗？啊，稳死哦！我会这么觉得，干。刚看错了，然后闲暇的血还比较多嘞。两组哦。大大康哦，大大康哦，对啊，我其实有点意外，为什么今天会有七大死因呢？搞不懂。魔道合体才有多血啊，先没关系啊，我是怕把它弄太快死掉了。三回合差不多，这回合能补满就把它补满啊。反正 combo 能够不高，不把它杀掉为原则是最好的，可以多争取一回合。没办法，还是死掉了。因为我这次CD 太长了，它已经减4了，可是CD 还是太长。哦，现在已经没有回复力了，所以水雾就直接开了。看一下哦，这种转法如果没把握的哦，千万不要这样转哦。哎 ，SC 哦 ，SC 哦。因为血转，除非你很有把握啦，不然尽量不要啦。对，不然你就会重现百姓刚才的经典画面了。我不想伤害太大哦，因为怕把他干掉，所以我多争取一点回合数。所以我是要重复的铸造了。啊，不行，那个一定要消掉。以前听广播。累着的话，眼睛闭着休息，因为天用板金讲。哦，对啊，以前我这样讲的。晚安，老哈，晚安，晚安。板金很稳稳，稳稳马。我不甘愿啊，为什么会稳稳马嘞？所以我先关掉了。因为我的台的确是可以用听的，一些比较老的观众才知道啊，就来看我的台是用听的。哎，我
干嘛把水壶关掉？你妈妈个熊！天兵呢？真是天兵哎！你没有回复力，你把水壶关掉，干这种这么蠢的行为，你做出来啊？节目效果，你讲袂记得好啊？接卡称啊？节目效果？你说忘了，没有人会怪你的。啊，合体合一合啦，浪费时间。贵嘞，贵贵。差这多哦，你老师卡好大嘴叫，过来过来。我话讲生这顶个困去好不好？即马唔知个春季是活的，我嘛唔知影。应该有人已经睡着了，干反应台很好催眠，好不好？转着转着就睡着了，帮你写死印，乱关水屋。对，开水有增伤，有是增伤，我不应该关的。啊，这时候就要关了。第一回合哈，我们把技能先磨回来。7000多还好啦，那这队已经有风险了，因为我选的是魔队，所以不能断新珠啊。整板箱应该不会断心吧？应该不会吧？应该是不会了哈。感好可怕啊！看那天降消金珠，我都看得好可怕。combo 数够的话，不会两回合死掉，可是要天降很多啊。你还醒着、啊？你也吃了五颗石头啊？跟八风王 OK 啦，八风王不会吃石头啊。其实八风王随便你配啦，你自己配你手里有的卡啦。因为这一对实在搭配太多了，我觉得用八风去破三鼠太多解法了。哦，记得、哦、像这时候就要留一组哦，留一组哦，千万不要自己给搞、哦，把它消消掉。哎，靠背啊！已经笑到睡不着了。你同时有提供判断的49大死因，是真的，是真的、啊，你可以去看一下。你打那个7749大死因，就有了。哎、欸，中文哦，那不是英文哦，不是数字哦，怕你找不到。
面。八风盾前面没洗好，按八拼入盾袭击，卡星开龙科，王冠才开三五八风，最后主角十七。我尽量不要赌那个 主角啊，我用这队就是不想赌主角了。啊，怎样不赌主角？你要 看我示范一次哦。不要再说回老马啦，各位不要再说回老马啦，再马下去我今天就不用休息啦，我的血轮眼会越来越血轮眼哦。想睡想看我，像我想看我通关，跳了哈，两回合 OK 啦，开始可以弄他了，开始可以弄他了。再加一康宝，不要新珠，我觉得还是要留。感觉很扯，别转横排，这样比较难转。横排，什么横排？我用这队主要是要克制那个大于等于十康博盾啊，或者大于等于八康博盾，因为你就算开八风，还是有可能会断。那主角的话，我也有可能会失误嘛，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哈。不知道的话，应该是新来的观众啊，对吧？那既然会有这样意外，我就把这个意外把它摒除掉。直排哈，直排，二三四四哦，四五，哦，对，刚刚好都不是直排的，他呢，他还真会分配，是他太会分配，还是我不太会看呢？科的只有暗珠而已，欸，暗珠来来来，你冲啊，你冲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没事，你不要紧张，你在紧张个什么鬼啊？哦，这样不紧张才有鬼嘞！干，我先把血补回来哦，不然我真的会紧张跟鬼一样。对啊，这巴比伦那我快点转干了呀！巴比伦怎么可能转的这么漂亮？就算给我多了十秒也没有用啊！十秒对我来讲是哈无感，完全无感。哥是那个光珠哈，光珠哈，光珠哈。光珠哈，谢谢。开八风只有七七可以转，运气才会有八七。对啊，就不一定啊。哦，注意看啊，看我怎么破解它啊。
注意看啊 Take a look at Take a look at 我先确认一下 好没关系第一波、我们先把这个、八千万这边在上小这边在下面八千万这下面贵这赶紧处理掉开这个攻势如虹四连击下不是五连击记错了反正就四 combo 一下了新珠记得不要笑到因为我不晓得会变什么鬼一 combo 两 combo 三 combo 这样我告诉你好吧三 combo 也可以吧三钢堡也塞吧，我说按住我攻击力啊，其实我不介意这边叠了一个，叠个按住哎，靠背，吓死我！那那个熊啊，干快尿出来！等一下继续我会尿出来，我先上个厕所。巴西没有啊，这次如果巴西，我就直接带走他。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下一回吧。就这样，这个玩法其实很安全。第二，巴西嘛，对吧、啊？有就给他欧啦。坚持不用主角的巴西。水屋不要忘好 ，OK， 谢谢。这谁、啊？很多人呢，谢谢各位。对，水屋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先看八峰有没有巴西啦，好不好？水、火、木、光、暗 ，Q combo， 怎么可能？水一组两组，火一组两组，木一组，光一组两组。好像有八水一组两组，火一组两组，木一组，光一组两组，暗，漂亮，八 combo。怎么算的？好，跟你讲，你只要看你水珠，首先看水珠33就是两组了，火33再多了一颗，那颗就没有了嘛，懂吗？就这样算而已，懂吗？那这一次是有八 combo， 有一个八 combo 的概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波带走。好，如果在看这个攻略的人，我特别强调一下，如果你没有八 combo， 对不对？你先把那个虚弱那只干掉，懂吗？你先把虚弱那只干掉。等一下，不对，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样：如果我现在
他说全队攻击力越低、欸、是我的攻击力越低、欸、你知道我意思不？我是这一队攻击力低、欸、所以我就算打中间那只应该也不会死哦。要指定，要指定，先指这一只再指这一只，好怪哦。直接指中间，我觉得我不想再试了。全队攻击力越低，不代表只打那一只哎、欸，懂吗？干掉本体外哭哭哦。属性越多，全队攻击力越低。不对，我要分两波，我要分两波，真的不行，为什么他越攻越战越强啊？哎。对，越战越强啊，不是越攻越强啊。等我再重新指定一次。我知道本体死了，但是我现在攻击力很低啊，我觉得打不死哎、欸。我现在攻击力很低哎、欸，但大家为什么一直觉得好像我攻击力很高、啊？我想问一下哦，各位觉得我一波带走指定中间就全部 KO 了吗？他说攻击力低耶、欸，是全队攻击力低耶、欸，你懂我意思吗？好啦好啦，我干又要再玩一次，一干我看今天是开台不开不完的，因为越战越强啦，他打血越少我就打越痛哦、喔。如果用全体的话，懂我意思吗？哦，第一个选择全开打全体，第二个选择我是想要选择第二个选择。打那个右边那一只，懂吗？一是打全体哦，二是打右边哦。基本上一有可能会失误了啊，二的话就不一定了。刚刚有人说我刚打那一波已经够了。一好像蛮多的，用爱豆硬个关过就对啊，还有啦，是不是硬个关过就对啊？哟，啊好啊，啊好啊，哎、欸，那个虚弱是很虚弱的，两个都吸力没有啦，两个都吸力，对，二一定死，好，大家都选一，好，咱们就来个一好了，给我一波七，谢谢各位，一波七。傀儡，一波七啊！龙哥加克索，我先把手汗擦一下。一波七给他撸过去，等你们的一波七啊！我休息啊，关过去啊！一波七，重新指定。哎、欸，不用指定啊，我就打全体啊，没关系，我保险起见，以防意外啊！一波七啊，各位，刷过去。让大家看不到平板星台的画面留言，到底是留什么言？全开了，拉朗福。好，没问题。干爹已经说了哈，全开了，我们已经全开了。我看是谁 ？Ricky， 谢谢你，全开了，我全开了。一波带走带全体啊！一波七画面完全看不到，龙科脉动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龙科脉动，哎、欸，完全没先进啊！你脑斯卡后嘞，我觉得今天被他玩得很舒服、哦。我要双叉有叉、哦，哎，画面看不清楚了，欧了 ，K， 哦，呜，7388 6024哎，7388 6024。个十百千万算千万七千多万，看到那对七没有？看到那对七没有？欠 K 的看。